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初风为您带来的《麦块》。那么，咱们今天继续来玩这个修复大陆。那么，现在是在自己的玩家基地里面，那么整备一下，看一下食物啊，非常的充足。那么装备呢，也是没有。哎嘞，我裤衩子哪去了？那么装备是有点问题啊。那么没关系，应该每个地图呢都能搜到点装备。那么直接回到这个一号路口 ，OK，Let's go。哎嘞。导演刚刚那个 NG 啊，好了，那么啊，我们继续上一次的旅程啊，那么这边呢是纪念碑，好，那么我们前往这个一号路口啊，一号路口，哎，刚刚是个啊小失误，好，那么从一号路口下来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边啊，追忆神木 ，Hello， 一个大地回复，一个羊毛，然后树底洞穴。它的灵感来源是塞尔达传说，哦，然后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简单，然后这个矿洞呢是中等，好，那我们由易到难啊，由易到难，我们先到，好嘞，这边啊，我们先到这个以塞尔达传说石之笛这个为原型的这个地方啊 ，OK，Let's go，what， 什么声音？为什么我跟着抖？为什么我停不下来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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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好，这个地方地区呢，会有一些像这样的跳药水跳台，你可以把音效里的友好生物的音量啊减低掉。好的，那么我们跳，你看到没有啊？这种跳台根本就难吗？稍等啊，这刚刚是个失误啊。好啊。哎，这个导演今天有点费这个袋子啊，今天这个 NG 的次数比较多啊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啊，我们五跳，我的 fuck， 那好了，那么啊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再来一次啊，啊，这前两次呢是这个预演啊，是预演啊，五跳。让人活不让人活啊 ！Fuck！ 大家叫我 this， 哎，我看看音乐啊，是不是出问题了？没问题，音乐是关的啊，还是游戏出来？哎，游戏看我死 NG 的太多次啊，我们不用死这个字啊，不用摔这个字啊，看我们 NG 的太多次啊，怜悯我一下，给我起了段 BGM。好啊，靠我来。好的，啊，大板砖。OK，Let's、okay, go！ 啊，没有道理总失误嘛，是吧？帮帮帮帮帮帮啊！看看以这个塞尔达为原型的地区，记住要怎么玩这个地图，一切由你自己决定。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攻略一座城池，不同的攻略法会让地城有不同的挑战性和乐趣。我记得这里面是有两样东西，一个大地回复和一个什么特殊物品，好像是。好像是这样的，那么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搜索一下。OK， 这边一个箱子，你看我就说嘛，装备这种东西，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啊。好，小手一抖，装备拿走啊，装备然后带上，然后带上。大白天你打我干嘛啊？这大白天呢、啊，要脸不要脸你？哎，我来之前忘了看看我稿子背没背了啊，背了。好，再来。上，好，跑碎，搞定。帮帮帮帮，大型箱子里面没什么东西啊。这个上面呢啊，一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。你看这个旋转，我今天这个嘴啊，就我这个预言之嘴啊，我这个嘴遁神功今天是有一点这个。可能是不知道哪里没有维护好啊，系统出了问题啊，这个声控系统今天下线了啊，大家不要太在意啊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要攻略的呢就是这个城堡，哎，一开始我就看到一个隐藏的箱子在这边，哈哈哈哈哈哈啊，什么东西都难不住，哎，什么东西都难不住啊，一个箱子在上面，我们要得到它，嘿嘿嘿。
啊，这个游戏真的是可以值得探索的地方太多了，实践实搞，感觉没有什么太强硬的需求啊，就这样子吧，不拿了。好，那么四处的看一下，先不着急，我们先不着急进到这个城堡里面啊，我们先四处探索一下，看这个城堡里呢会不会有什么隐藏的东西，在城堡外啊可能都会有很好的东西可以拿。好，重生点，还换了一个新的音乐。哦，这个音乐很有点古风的感觉啊，有种仙侠风的感觉啊。好，那么围着城堡转一圈啊，来到了城堡的小菊花，目前为止看起来是啥都没有。 Go go go， 好吧，基本上是没啥了啊。我如果再丧心病狂一点呢，就是爬到这个上面啊，它这个顶端有可能会有东西，但是我们真的要花这个时间吗？还是算了，我们还是来一探城堡的究竟啊，拿到这里面这个大地回复啊，和这里面的这个羊毛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边是一个羊毛和一个大地回复这两样东西。 OK let's go， 嗑个果子啊，拿起武器，英雄出笼啊，不是出笼的那玩意儿是老虎啊。哎，插个火把。哦，这下边像是有点涉及到要跑酷的感觉啊，下来看看。哎，侧边插一下啊，跳。好的，你看咱这个操作，哎，你看咱这个操作稳稳打死，不要让我发现你的刷尾龙在哪里，知道不啊？好，继续向洞穴的深处探索。哇，我感觉好像看到不得了的地方东西。哦哦，闪避卡位啊，不要让远程怪轻易的打到。好，近距离突击。哦，光速切割。哎呀，你看这个，我会这个各种各样的招式啊，打的敌人毫无招架之力。哇，衰落保护，这感觉像是让我们飞高高的感觉啊。好，让我们可以飞高高的感觉，再拿一个吧啊，再拿一个吧，有空间的时候就多拿。好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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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这边哇、哦，刷怪龙开大会。好，同，板砖呢？啊，镐子上，开工 ，go go go， 好，挖碎，这边开工，挖碎。还有没有？哎，还有一个，大板砖，超头黑，超顶黑，冲上去 ，go go go， 直接撸，好的，哇、哦，插一个火把，休息一下啊，嗑个果子，这是禁果啊，智慧之果啊，亚当夏娃当年吃的啊，哦，这边。我有不太好的预感，好像感觉要，我不喜欢这个跳台怎么办？咱可以不跳吗，导演？啊，导演，咱可以不跳吗？咱可不可以换其他的路走啊？我不喜欢那跳台，刚刚那个彩排的时候是吧？你也知道的。哎，好吧，看来走跳台是正路啊，是正路。我们看一下这下边，哎，这刚刚，哎呦。我跳！我的妈呀！我勒个操！这么多！哦，死！看！不啦！声控！哦，你给我老子下去！什么玩意儿声控？哦，走！哦，来！哎，音乐太优美啊，被我这个嚎叫都给污染。上集有小伙伴说啊，音乐太优美，被你的嚎叫污染了。没关系啊，完结之后呢，地址会发给大家。金苹果、皮革靴子和石锹，哎，铁锹我还真没有，拿一个吧。好，那么我们，啊，我为了拿这个东西从这边下来，啊，这就是那条路，哪如何斗，这就是我们曾经想走的这个路啊，1、2、3、4，来嗑个果子，来，你来啦，板砖认识不？
认识这个板砖不？来，点燃，烧死呀 ！Come on, baby。呜，行吧，跳上来啊，这边没啥货了，接着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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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个苹果，吃。准备，呼啦！对，哎，这搞头搞头搞头，趁他没刷新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要这个效果。打他的不要，把他打的不要不要的，下去下去。轻怪不是第一要不是第一钥匙啊。赶紧把这个，哎。空手夺白刃啊，他没有武器啊。好，哦，舒爽。还有谁？还有你是吧？哈哈哈哈啊，还有你啊，我记得你，我记得你。来，再换一把武器上来，弹不要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看看下一步往哪走。前面是两个刷怪龙吗？是的话，我们冲过去要第一时间把这些搞掉。这边呢也没有走过，啊，走前面吧。拿起镐头，跳！你们！哎，我被粘住了！不！苦力巴来了，防御！我勒个去！坑了个爹了！啊，他倒是把刷野龙给我干碎了。哇！这就是一个与刷怪龙斗智斗勇的故事。不，先等，冷静啊！唉，插个火把。Fuck！ 哎，这哪儿？我明明定了重生点啊，我为什么每次都会重生在这个位置啊？啊，这不科学啊！我忘记定重生点了吗？好吧。I'm back。 铁哪又从这里回来？好吧，这段我给他掐掉啊，这段我掐掉他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会儿加啊。上一集小伙伴说这下面有东西，我漏了。哎，正好过来看一下，还真有铁斧啊！哎，少年，这个斧头是你雕的吗？啊，少年说对不起，我雕的是个钻石斧啊。于是老爷爷就挖矿去了，是吧？好了，那么这一段呢，我们跳一下，然后我们等我跑到地方呢，我们再回来啊。哎，我明明记得我点过这个重生点呀，为什么会死在那种地方呢？哦，这边原来是可以上去的。哎，这边有刷怪龙。啊，我说这个僵尸从哪里蹦出来的啊？这个地方是可以上去的，也是可以下去的。我们刚刚呢探索的是这个下边，我们往上走走看吧。正好我之前想说啊，下面呢也没探完，但是我们等会儿再来。正好我之前不是想说，我想爬到这个树的顶上，我觉得树顶一定，我勒个操，吓我呢，我靠，我觉得树顶一定有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先把他们都干下去，不一定非得要杀死他们啊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呢是抓紧一切时间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好，干！我勒个操！杀！等一下，这个情况不妙啊！啊，情况不妙啊！我们来，吃一个！啊！我屌不屌？吃！哎呀，这个饼干，这个饥饿度的恢复啊，我都不指望它了。把这个拿过来。好，杀！再来，看能不能先把刷怪龙给它封印了吧，这个太难打了，这样。好哦啊，一个，对吧？先封一圈。好，两个刷怪龙封印住了，好死。然后啊，瓮中之鳖啊，对不对？好嘞，怎么还能刷出来？
封印错了吗？不是插在上面就封印了吗？我记错了吗？啊？算了，不管这些了，先跑死了再说。好的，这一下就舒坦了啊！哎呦，我还说想上去看看呢，结果到头了吗？应该不至于。我觉得他是在误导我啊，误导我，他是在麻痹我啊，麻痹我。哎，这边怎么走呢？啊，伟大的啊，抽风大人的啊，马上给你们演示啊，正确的啊攀登的方法啊，我是多么的机智，对不对？哎，往前数五百年啊，往后数五百年，就没有我这么机智的人呢 啊。你看看，这是一般人能想到的吗？啊，好，我们上来啊，我看有几个梯子啊，八个梯子啊，八个梯子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我们来找一个点啊，找一个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你看还有鱼腹呢。你看还有鱼腹呢，好好好好好啊，踩住啊，然后用大金斧啊直接跑死啊。哎啊，他一定是可以挖到空，不可能，一定是可以挖到空，有空隙的地方。嗯，透光了啊，上面透光了，这就证明我们快到终点了啊。但是我们梯子不够了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问题啊，问得好啊，问得好，问得好啊。梯子不够，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上去嘛，多大点事啊，对不对？金斧啊，反正也没什么用的东西。跑跑跑跑跑，好好，上上上上上，来吧！我一定要爬到这个神殿的上面啊。这个城堡的尽头，他不可能不在上面藏什么东西啊，他绝对会藏一些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在上面啊，他就是啊，这让你觉得啊，反正你肯定猜不到要上来啊，啊，即使你要上二楼，要上来之后呢，发现二楼没啥东西，然后就走了啊，但是这种东西呢，是不可能难得住机智的我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可能难得住机智的我的，瞒不住我的，一定这边有个箱子，你看到没有？唉，我真他妈日了狗了，你就给我这种东西啊。啊，我这么高，我跑这么高，拿个箱子就这种货色啊。唉，哭瞎了呀，哭瞎了呀。得嘞，我本来还以为上面有什么好东西呢，唉，那咱走吧。等会儿啊，我们看看树上啊，说不定还有什么东西。它隐藏的比较深啊，隐藏的比较深。来，真没有了吗？好吧，啊，再见，啊，再见，我们成功的啊征服了这个这什么树呢？世界之树啊，还是什么树？我试一下自杀啊，我试试到底这个复活点好用不好用？哦，我有凋落保护，好吧。哎，人太无敌，想死都难啊，想死都难。好，走走走 ，Go Go Go。准备好武器啊，回到我们的战场。OK, let's go! 我刚刚啊，暗也是负了。我先让我脱离这里。先让我从蜘蛛网里出来。哦。哎，差。哦。好。好的 ，Come on, baby。今天打的真不顺啊，总是掉下来，是怎么算怎么回事？嗑个果子。啊，苦力怕啊，刚刚我怕你，是吧？现在我还怕你吗？
你看我还怕你吗？好 ，OK， 我可以考虑把下面这边稍微探一下啊，把能封印的全部封印掉，把能干掉的这个刷野龙全部干掉啊，这样在上面比较方便一点。三件一个，来我们探索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刷怪龙。哎，找到一个，来嘛！啊！哎，跑刷怪龙升级，我操！哎呀呀呀呀呀！火把来一个，谁是什么人？这个僵尸有点烦，无处不在的。好的，跑掉。你看这一下清静多了，我们逐渐的把下面的这些东西啊，逐步的给它啊按部就班的一点点都给它清掉。哎，苦力怕，苦力怕，我用苦力怕清它，你看啊。哎，好，来，漂亮！哎呦，我操，我也要死！把苹果逮了！哇操，对面人好多，上面还有个刷怪龙，这个刷怪龙是真多，靠！啊，蜘蛛骑士！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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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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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验证重生点的时候到了啊！好了，这把对了。那奇了怪了，我觉得我第一把进来的时候，我是绝对绝对啊，在这边设有重生点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好用。我还以为是这个地图的 bug， 看来不是，有可能是我忘了。好吧，我们再走走看。阴魂不散呐！好，跳跃，跳跃。之前这个为什么没过去呢？感觉这个距离够啊！跳跃真的不够，我靠！哎，服了！不要砍这个蜘蛛网啊！我还指着它活的，下次再掉下来的时候。哎呀，蜘蛛骑士！我为什么一定要跳呢？啊，我这么猥琐，为什么要按部就班的跳呢？我应该有更多的方法可以过来啊，比如说搭个台子什么的。那么我们先上去啊，先不管后面是什么东西在追我，应该是个射手啊，应该是个射手。小白，阿白，那么上来上来上来 ，Go Go Go！棒棒棒棒棒棒，小白白呀！我就对你唱首歌，你至于吗？就自杀了？哎！我突然间有点佩服自己，什么鬼？再来一次啊！大家叫不得死，大家叫不得死！跳跳跳跳跳！好，过来！我真的超讨厌这种跳来跳去的地方啊，没办法。走，跳！切，这等着搞我！我是那么容易被搞的吗？我一贞洁烈男，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两次都没跳过去。我觉得这里有猫腻啊，所以呢，我决定。哎，这样再跳，走，会了吧？跑掉，赶紧跑掉！刷怪龙绝不能留啊！走，走，哎，这边没过来，咱可以从这上去，下去，这个疼了。藤蔓少了，
藤蔓少一截，上不去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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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他这就是逼我，你知道吗？你必须要是得把这顿全部给清干净啊，才能这个好好让你玩，清光所有的这个刷怪龙。嗯，我猜这个箱子里面有重宝啊，有重宝，下去。我以为会有什么好东西呢，结果并没有啊。好，这边真的挺暗的啊，看看这边有没有走的路。哎，中间这个位置看起来比较诡异啊，不一般的存在啊，一看就是不一般的存在。这边有个刷怪龙，蜘蛛的，蜘蛛还想过来，吃个面包。哎，他怎么上来的？无组织无纪律，让你上来了吗？好，好，再来，小白，搞定。啊。躲一下，躲一下，稍微回一点血。我应该做点药水。我应该回这次回去之后呢，如果材料够的话，就考虑把药水那个东西解锁一下，不然打起来很累的。哪来的蜘蛛啊？刷怪龙不就是被我干了吗？铲子怎么回事？你拿谁的铲子？我的吗？来，苦力怕，组织上需要你啊！哎，我去，僵尸加疾跑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，再来一次啊！今天估计是打不完这边了。一开始以为可以把他们打完，现在看这个进度啊，是嗯，我去，这我。射音炮的啊，射手啊。那么刚刚这个方向那个方向，哦，我知道了，这里看到没有，这边就是终点，我大概知道路线了。好，跳跳杀掉，尽量不要让怪踩到这个 buff 啊，他们踩到 buff 之后会变得非常狂躁。哇靠，正常路线呢就是要这样啊，这样哇一圈一圈跳过去。按来说吧，玩游戏嘛就应该挑战一下正常长路线啊，奈何我没有这个天赋啊。来，刚刚不说了吗，啊，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，门口提示说了嘛，啊，要尝试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啊。而我今天就要用别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。哎，我从中间走，我迂回，迂回啊。哇，还得再上去，上不去吗？上来，好的。哇了个操，这个后面好可怕，快跑！啊。走，好，跳，哎呀，真的好难啊啊！好吧，那么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今天是搞不定这里了啊。那么咱们就下一次呢啊，咱们就下一次呢继续啊 ，fuck， 咱们下一次呢继续攻克这个城堡啊，得想出更多另辟蹊径的方法，不一定非得要硬刚，对吧？只要达到目的就好嘛，啊，好，那咱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